你在学校的时候，需不需要我帮忙做便当？我没有别的意思哦，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要报答你。是你说的哦，不可以偷工减料。你很无聊哎，来悠悠，我也要吃你做的便当。悠悠，你学校不是已经有营养午餐了吗？我就是想要吃你做的便当啊。好，帮你准备。好，我要吃荷包蛋。荷包蛋。